弘法师讲述。从整个佛法来讲，他讲经弘法50年，法音普及，讲习无辍，法宝流通，遍布世界各地，积极培养弘法人才，对佛法在世界的弘扬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。直到现在，虽已80高龄，仍然不辍讲习，一年365天，最少也要讲300天，每天最少也要讲2个小时。这种50年如一日为法忘躯的行持，不敢说前无古人，我想也是后无来者了吧。从整个世界来讲，他以僧人的形象，秉承佛菩萨平等慈悲的精神与大智慧，极力提倡众生一体、世界一家的和平理念，积极推动宗教之间的友好交流与种族之间的和谐互助，以期力挽日益动乱不安的社会，拯救日益迷失的人心。他对自己的祖国更是热爱有加，资助希望工程，设立奖学金、助学金，赠送书籍法宝，救灾济困数不胜数。在他澳洲房间桌子的玻璃板下，我看到了他亲笔写的和平统一好、一国两制家的纸条，这些都是有目共睹、众所周知的。从我个人来讲，这7-8年来，导师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。今天我能真正认识佛法，能走上讲台，不为名不为利的讲经弘法，真正体会到弘法是家务、立身为事业的使命，都是得益于导师的教导和引领。新加坡弘法人才培训班学习感悟。老和尚的身教编辑小组。